你输你输，等你没子弹我再输，你再输。OK， 我出了他就死了。摁喇叭，摁喇叭，还摁喇叭。感谢。我操！不把我碾死吧！打起来了，父亲。确实没那颗雷，我们就是四连冠了。都没动。我操！喷子。我操！头盔都被掀飞了。多发刺激吧！开枪！开枪！一边打！来来来来来！哇！哇！我操！我不知道。我只能说，没那颗雷，我们还是冠军。方鸟。黄警下来了，黄警在吗？黄警没了，还有个 ED 的。那 ED 在哪？在我这围墙。房子里，房子里。你死他一刀！哦，你妈，没子弹了。这有人，这里蓝标。我出发了。打了 ED 的。OK， 直接顶过来，我们绕侧面了，快来快来，下车下车下车，尾到隐区，左边左边这里，我操，他有点，你先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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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坏坏，我建议你打，我们能顶吗？顶，来我们脸上 ，OK， 我们直接移过来了，来来来，打墙头，我打了一个，我打一个，还有一个。我操！你妈呀，可能还有一个那边。我操！我真服了，那个人坐在车上打了我两枪头。四个人全摸到哎。那车上打了我两枪头。但是我们靠人啊。二子，别这样爬。对，三刀。我操！你们噎到了，大哥。快救！快救！又一枪啊！只能在术后救，只能在刚才术后救。他抽的没那么准，你看你来我这边。小畜生，自己边上的。我操！谁都救不了了。妈的，傻逼在哪儿抽我操！你就只能在术后躲着。班上蓝线，蓝线两个队。我操，全钩子是人。就这个房间。被撅飞。